咱不是说不上课了吗？那又来了呢。我不是来上你家课的，我店忘在你家了。那你给我打电话不行吗？你非得在这待着，跟要饭的似的。你电话呀？不冷吗？光个腿儿。有点。进来拿来。东西放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找吧啊。现在就你一个人住这吗？你还想有谁呀、啊？我一直独居，你不知道吗？独居啊。一个人住没有烟火气啊，习惯了，身边人的来来往往的，一个我都留不住。你留过吗？那今天你愿意留在这儿吗？有客人来了，你跟我装特工呢？方便吗？你几点来？我几点方便？来进来说。呀，这屋里还藏人呢。我带谁回家还用藏吗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、哎、那个。不用麻烦，一回两回的人，我没有必要知道名字。有事吗？要不你先去洗个澡吧。大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先进屋，一会儿叫你啊。说吧。我这几天来个外地朋友。然后要在这住一周，你帮我开个宾馆吧。你戴个眼镜干啥？哎，我谁干的？你甭管了、啊，我出门有点着急，然后手机忘了，你给我拿个手机吧。那还借啥呀？直接给你拿个新的得了呗。你这眼睛到底咋整的？你告诉我呀。哎呀，你别管太多了。我也没说要管呢，我关心一下不行吗？你出门手机没带，是不是钱也没带？嗯。这给拿。我领去了。告诉我谁干的？陈哥。吃完饭遛弯啊？啥呢？你遛弯，你拿的什么遛弯呢？健身的。给我。遛弯不行啊。刘小黑，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你已经三十了，你以为十八呢？干来了你们？劝我来了啊？啊？我不是劝你，我想问你真过去了，我没拦住你怎么办？结果谁担？你能担还是我能担？你父母不要了呗？不是怎么就那就这么算了啊？你的眼睛给整这样，那是我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吗？ 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吗？你管好你自己，你就已经是帮我最大的忙了。是啊，黑哥，你就听薇姐劝吧，咱现在生活都多美好了，而且你左下角发货可快了，你看这我刚领就发货了。那肯定的，我这左下角是给粉丝特地准备的内部通道，能不快吗？回家吧，行吗？是啊，把这东西收起来。回家，我跟你回家，行吗？这就完事儿了啊？走走，不是就这么地儿了？这么地儿了、啊，我认了，我认了，你能听明白不？我不认呢。我陪你回家，走。等会儿，你说回家就回家啊？大冷天的，我饭都没吃呢。你把你家里那个一次两次的叫着，我请你俩吃大餐。你有钱吗？你那卡都用的我的。我还你行吗？我还得起，上车。